金武林你好，我是饭店的负责人。真实的，我你带入来阮饭店发生这种代志，你的损失，阮饭店后面一定全力负责赔偿到底，你免烦恼。一开嘴就这有诚意，确实是大业饭店的负责人。也唔过你敢知影，真甲古董价值偌济？啊，你若知影介绍了后，敢会心甘情愿替你的员工来赔偿？当然啦，员工的疏忽是阮饭店这边应该承担的责任。发生这样危险的代志，阮爱先照顾的是人客的心情，还佮有权益。这古董陶艺品的这个破损，我嘛会请专业的人士来做鉴定。虽然是无多弥补金夫人你失去收藏品这遗憾的心情，啊，不过伫个金钱的弥补，阮饭店这边保证，绝对袂再造成金夫人你的损失啦。好，安尼今仔随去找一个我信得过的鉴定专家来处理。非得我嘛无心情，佮住落去啊！恁饭店的服务品质，我足失望的。请问金夫人？现在就要找一个咱上平路会当信任的这鉴定家，可能还一段时间。你是不是会当给我一两天，我来找人，好不？一两天，我的时间足宝贵的呢。啊，你若是把我的时间白伫个遮，害我去耽搁着讲生理，这个损失，你这间饭店恐怕嘛不够赔哦。是啊，真歹势，那是。无安尼啦。你来约看卖啊！这件古董值偌济钱？你若是约会到，我就免你赔；啊，若无，就照我讲的数字来赔偿。是啊，金夫人，我对古董了解不是讲介深，安尼恐惊我唔知咩。你只要约看卖，后壁有几个圆口啊？东东一个饭店的负责人呢，应该。有一条吧。一千万。真歹势，你用唔到去啊。那呢？那呢就照我讲的，一亿。安怎？听到爱赔一亿？恁饭店以客为准的标准就改了吗？好啦，恁若无要赔，嘛不要紧啦。是讲，我是无要紧，我家己损失一件古董。也毋过，恁饭店的服务品质，我应该爱让社会大众知影。我会通知媒体，我会让消费者知影，恁大业饭店，恁的名声吼。嘛，参像咧办公会啊，同款。啊，负责人出来讲话，嘛，敢那咧讲笑话咧。金夫人，你唔通误会啦，你的损失，阮一定会负责赔偿的啦。好啊，那你赔偿的代志，我会请公司的会计师跟你联络。金夫人。金夫人，稍等一下，我用我更好的服务人员过来，希望你再给我们饭店一次机会，好不？哎，我对你们饭店改变看法，除非把我的古董恢复原状，敢有可能？金夫人，你就要有心理准备啊！这古董吼，就算咱赔十分之一吼，买一千万，你就等了赔个死。好啦。这个古董的价值是十万，不是一亿。你这么是在黑白讲啥啦？你又对，这个古董
饭店拢卖啊。金木林，你我总算是找到你啊！哈。我给侯林的饭店一个机会，说落来，侯伊来替我服务。我今麦在上班，袂用得饮酒。以咱两个过去的关系，你敢有必要挑高伊跟我这么亲分啊？我甲过去已经无共款啦。我今麦是一个妈妈，为着我的囡仔，我无法度做啥物代志拢无顾虑。干嘛呢？啊，我的感觉你是存心在提防我。好啦，虽然讲到最后你跟他愿意跟我合作这个 case 呢，要唔过我答应要给你的钱，一些嘛袂少。我需要你替我做几个古董的艺术品，我要办一个展览。咁只有安尼？嗯，要唔过这边的时间足赶的。我会派一个助手，甲你做伙完成，无问题吧？干那做几个普通的古董艺术品就好，未有违法的所在。我即卖有查某囝，我真正袂用搁较贵。你放心啦，即卖吼有做侪企业家，介意用古董来表示家己足有品味的。啊，你的手艺真好啊！你就当作是甲遐个好爷人斗相共，啊，甲伊结结派头的，这哪有啥啦？好，我做。啊，不过我爱提早摕到定金，你敢袂用答应我 ？Of course， 合作就是爱双方面拢互相信任。我嘛需要你今麦马上来进行，才别去耽搁着时间。好，我会准备。我阁有代志爱处理，我先离开啊。展览活动交各位进行，你即马就敲电话联络遐个买主，地点大业饭店。好，即边我要办的是一个私人的古董拍卖会，无对外公开。我邀请的拢是上 top 的收藏家，所以我会要求饭店所有出入拢要真安全，袂当有任何死角插。这你放心，我会加派一挂保全，针对所有出入的人加强安检，而且我嘛用上好的服务人员来做好服务，一定会金夫人你的古董拍卖会顺利完成。我这古董加起来，恐惊比你这间饭店搁较有价值哦。你的保全敢真正无问题？我会吩咐公司的保全加强防备。而且我买加派几啊保安人员来维护，迄个会场安全。虽然啦，你一直甲我挂保证，也毋过我也是足烦恼的。是讲我这个古董，敢阁有阁较安全所在当藏啊？金夫人，我办公室的保险箱是全饭店上安全的所在，所以你的古董藏伫遮，我敢讲，绝对是万无一失。好，安尼我就暂时相信你。若是即个拍卖会有顺利，接下来我阁有足侪计划，无定咱阁会当合作。我绝对袂让你失望的。唔但要有金夫人你满意，而且我阁要让你惊喜。那安尼看你表现咯、哦。金夫人，我想要甲你请教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啊？你是不是有熟悉清寒？
就是迄天伫个走廊伫拄着阮饭店迄个员工，我看你敢若出色个呢？有熟识啦，伊是我一个朋友的识识，见过一届面，不啥熟。啊，你问这是要创啥？啊，无啦，我是想讲，假使恁若是有熟，伊应该较了解你的一寡习惯，我就有直接请伊来甲你服务就好啊。安尼看起来真嘛是免啦。哎，叫你啦。你想要去会场看卖啊？无，我的经理已经在遐等你了。好啊，去看卖。你替治疗当手术的医生，我甲伊约好啊，会当视讯啊。你看你有任何问题，你就直接问伊，予伊吼甲你做说明，安尼你会当安心啦。感谢你嘞，你真正足好诶。若是甲医生讨论，我就会当伫个手术进行，甲治愈安慰，叫伊免惊。志成，多谢你。别啦。有你这么用心的妈妈，我相信你也会让我平安的度过一关。稍等一下。就是叶志成哈，我常常听到业界的人对你的成就拢足懊恼的，啊，今仔日看到你本人，确实是一表人才哦。啊，唔够，唔知咱该安怎称呼？叫我金夫人就好啊。金夫人，啊，你好，嘛非常感谢金夫人你的欣赏，是讲你当有机会啊，会当哦来我的车厂参观，我本身哦亲身替你服务。亚公主，你拢亲身开嘴啊！我一定会半时间去给你拜访。那个，金夫人，回头看过啊？嗯。够欢迎。袂歹啊，有符合我的标准。对啦，我准备伫个大悦饭店办一个私人的股东拍卖会，希望你买单来参加哦。那若金夫人你好面子啊？那恁咱就提上网来，拍卖会我一定会搞。嗯。对啊，金夫人，我阁有一个拍卖会设置，想要跟你讨论，是不是请你来我的办公室者？好啊，拍卖会见。这多一位金夫人，你有熟识啊？无啊，你哪会安尼问？无啦，碰你那足紧张诶，他都看到伊拢头咧咧，唔敢看伊。哦，无啦，迄天我等来请假诶时阵，看到这位人客伫咧甲同事刁难，迄位同事阁因为安尼互人起头咯，所以我看到伊才会特别顶心。原来是安尼哦，是讲他都看阮大哥对伊诶态度。应该是阮饭店哦，真重要的客户啦。我看哦，这拍卖会，我是一定要搞的。你真正要去哦？当然啦，太多人开嘴啊，我嘛讲应好啊，啊无去哦，就是无人面子啊。搁再讲啦，一个拍卖会办在阮饭店，代表讲哦，伊对阮饭店的信任，我应该亲身去表达一下我的心意啊。